说这个对吧？说反应感就是长得对对。不是五年以前的案子，他在外面流亡了五年了。他涉及的案子是一个很大一个案子，最少都是五千，而且很有可能就是要判死刑的那种。今年疫情爆发以后的全国各地这个疫情防控年非常严密，养母类啊无处藏身，藏进地点经常就有人去检查去，这让养母类啊成天那个心惊胆战，没办法了，只好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。为什么到这儿自首的？到这儿都过不去了。